我们再来看看奇袭新几个字壁画阵。我刚才已经跟壁画阵已经刚才提到了，壁画阵有没有考到大家？容易考到大家是吧？经常考。那么这些壁画阵现在大家注意了啊，这个壁画阵有五六个，经常考的就有四个壁画阵。那么这四个壁画阵经常考到的，大家一定要掌握再掌握啊。好，我们每个壁画阵都考到了，除了一个壁画阵没考到啊，是吧？刷一次没考到之外，其他的全部考到了，所以都是重点。好，我们来讲第一个最最常见的，就是所有刑警给士兵人之后最最常见的壁画阵是哪一个？乳头肌功能失调，占所有啊，大家注意，所有壁画阵的什么50%，所以它是发生率最高的就是它了。因此它经常出这种题目，奇袭刑警给最常见的壁画阵是什么？你答什么？乳头肌功能失调。好，什么意思？我们乳头肌上面是不是很嫩呢？所以它容易缺血，它也最敏感。当你心肌梗死的时候，乳头肌缺血，缺血了之后就是功能失调，就关闭不严了。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严了，所以到二尖瓣关闭不全。好，大家注意，假如它缺血，还可能导致弹性降低，导致它什么脱垂，所以二尖瓣又可以脱垂。一旦脱垂，大家注意了，这一旦脱垂就会产生一个附加音，叫什么附加音？我刚才跟他说了，卡莱因啊。收缩中晚期卡莱因，假如一旦导致这个功能失调，二尖瓣关闭不全，那么就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杂音会导致什么？在心间区出现一个什么收缩性的收缩肌杂音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注意，一个心肌梗死的病人，他说心间区有稳定收缩肌杂音，那么你首先考虑什么？首先考虑什么？二 B， 当然这里没有二 B 了，二 B 不是他的病发生呢，你应该打他的前面，叫什么？乳头肌功能失调，是因为乳头肌二尖瓣的乳头肌功能失调之后导致二尖瓣关闭不全。假如这个题中有一个什么卡莱因，就是心间区心间区收缩杂音伴卡莱因，有卡莱因这三个字，你只能什么？只能什么？二尖瓣脱垂啊！他答案当中有经常搞这种东西，乳头肌功能失调，乳头肌断电，乳头肌脱垂，二尖瓣脱垂，哎呀，一看傻了吧？你读书的时候的都一样嘛，我的书上是教科书上是乳头肌功能失调或者是断裂，你搞一个这是什么心间部又有吹风音又有卡莱因，我究竟打哪一个？卡莱因是什么产生的嘛？你怎么脱水产生的嘛？是不是？所以看到卡莱因想个脱水，看到这个心间部的收缩杂音，你想到二尖瓣关闭不全，但是总称都是哪儿叫哪儿啊？它的总称的名称叫什么？乳头肌功能失调。好，大家注意有没有断裂？截至目前为止啊，大家注意，无论研究生考试、你们考试、这助理医师考试、职业医师考试都没考过断裂。为什么？断裂相当少见，就是二尖瓣、这个乳头肌断了。好，大家想想，断了这个会有什么后果？断了这个有什么后果？断了这个，你想一想，这个二尖瓣还能不能关门呢？关不了了，不仅关不了，关不成了。你二尖瓣相对于关闭不全嘛，知道那个门关了不好，是不是有泄漏？当然，假如是完全断了，还关不关的什么呢？就这个门都坏了。那么从左心房到左心室的血流，你看看，没有闭了，你即使左心室一收缩，都到左心房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没有心脏塞血？没心脏塞血，所以这种病人应该什么猝死，马上就死掉了。乳头肌这个。二尖瓣一断裂，我告诉你，乳头肌一断裂马上就死掉，一般就是十几分钟就死掉了。临床上见不见得到啊？见不到，马上就死掉了。所以少见。考不考你？不考你。所以大家注意了啊，研究生有没有考过这个断裂？你们有没有考过这个断裂？所以希望大家放心的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就跟他讲了啊。第二个就是心脏破裂。心脏破裂就是大家想一想，这个病人是心肌梗死，假如心肌梗死，这个心肌这个地方梗死了，你看一收缩这个压力大，这个地方是不是破了？理论上来说啊，大家注意，理论上来说这种心脏破裂应该是很常见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你心肌梗死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嘛，一个洞就破了嘛，理论上很常见，但是实际上常不常见？不常见。你这样想一想，在临床上心肌梗死的病人多不多？多。不多怎么有纯心肌梗死呢？是不是？心肌梗死病人很多，但是因为心脏破裂死的人多不多？不多。所以大家注意，总体来说啊，一般在病后一周左右发生，但是很少见。它不表示它很少考了，它破裂地方有两个，一个本来这个心脏破裂很少见，但是在心脏破裂这个里面大多数都是哪儿破？游离壁破裂。什么游离壁破裂？哪个地方游离壁啊？就是
心脏在外面没有支撑的，你看左心室壁，在外面的这个壁，右心这个壁，左心房右心房，这外面这个壁不是我们时间隔，你看时间隔就左时间隔右时间隔，这有支撑的，是不是？这游离壁游离壁就是没有支撑的，这个地方破。好，大家想一想，假如游离心室壁破裂，这个人活不活得过来啊？活不过来。你像这个地方那个洞一破，左心室这个肩上面的头然一破，破了这个地方血崩就出来了，马上心脏压死，这个病人就猝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多数的人都会猝死。那么会不会成活？不会成活。所以他考不考你？不考你。那么要考你心脏破裂，考在哪儿？时间隔穿孔，时间隔穿孔的，时间隔左心室跟右心室穿孔啊，就跟我们时间隔缺损一样的，活不活啊？活得下来。它只不过有杂音，那么就跟你时间隔穿孔的这个时间隔缺损的这个杂音是一样的，在胸骨左缘的下方30来间一个响应级的收缩杂音，甚至把你震颤，跟你什么时缺是一样的道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注意了啊，假如一个心肌梗塞的病人给你在二尖瓣听到这收缩杂音，把什么？把乳头肌功能失调，在胸骨左缘30来间听到个收缩杂音，打什么？把心脏破裂，并且这种心脏破裂不是游离壁破裂，游离壁破裂马上就猝死了。是哪儿啊？时间隔穿孔，时间隔破裂，就跟你们的时间隔缺损是一样的。小儿科讲的时间隔缺损，那么就跟他一样的。你记住哪个地方呢？这个地方就是这样，他也有诊断。所以这种题目就是什么？你解题这个有这种规律，那么就搞定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三个。我跟大家说过，我是讲了5个并发症，除了酸酸没考到之外，其他的全部都考到过。所以大家除了酸酸之外的4个并发症，大家都是重点。酸酸。好，大家注意，发生率是1%到6%，1到2周发生，左室壁的脱落的血栓栓塞，全身的各个系统，随着血液循环，栓塞脑子，栓塞肾脏，栓塞脾脏，栓塞内脏，都可以栓塞。但是考过你没有？没有，不能你们没考过，研究生有没有考过？大家了解一下就行。你说何老师今年会不会考？我怎么知道他今年会不会考呢？我只能说这考了什么18年都没考过，大家不要怕啊。好。第4个并发症就是室壁瘤。好，大家看看右下角的这一个，这就跟大家室壁瘤啊动画做的一个例子，大家看看有什么意思。假如这个病人是左心室这个地方缺血坏死，心肌梗死，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薄了？尽管没有穿孔，但是薄了，就跟我们的这个车胎一样，这个地方质量差了，你再一打气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就鼓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心肌室壁瘤跟这个一个道理。当你这个地方心肌梗死了，但是有没有破？这个地方就有个室壁瘤。为什么室壁瘤？我左心室在收缩的时候，压力是不是增大呀？压力增大，这个地方是不是鼓出来了？所以我们就看到 B 超底下看到一个矛盾运动。为什么矛盾运动？我本来左心室收缩的时候，这个地方，左心室这个鼻这个地方应该凹进去，收缩的应该变小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家想一想，假如有室壁瘤的这个地方，你看它是不是凹进去？是凹进去啊？不是，鼓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地方质量差嘛，心肌质量差，我一收缩，这个地方压力出来了，所以大家矛盾运动。其他的地方心室收缩的进去，这个地方呢突出来，所以叫矛盾运动。看到矛盾运动这一个字啊 ，OK 了，赶快打室壁瘤。好，第二个大家注意了，看到有左侧心结扩大，为什么左侧心结扩大？大家看，有个室壁瘤，肯定左侧心结扩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看到。心肌梗死的病人，假如检查有左心心结扩大，闭着眼睛给他诊断是什么？诊断的室壁瘤啊！大家注意了，看到 B 超有矛盾运动，那么你就给他诊断成室壁瘤。还有一些，他有心电的表现，偶尔少数题目有心电表现，他有 S 电太高 ，S 电太高的时候，大家注意了，你就不要认为这个就是心肌梗死的表现。其实上，在室壁瘤的时候也可以出现 S 电太高，没有特异性，对你解题没有多大关系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第5个并发症啊。第4个用于考的第5个并发症就是心肌梗塞和综合症，它的发生率大约10%，不是最常见的，但是它一般的就是时间比较晚，一般都是这个病人心肌梗死，心肌梗死之后心包周围叫化成炎症，心包周围化成炎症就是显微室渗出，当显微室渗出没有吸收完全的时候，那么当心脏在收缩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心包脏层或壁层之间有心包的收缩，那么相互摩擦产生个声音，这时候听得到什么声音？心包摩擦音。心包摩擦音是心肌梗死后的什么关键性的体征，所以一个心肌梗死的病人等到了什么3周4周之后2个月之后，他突然说这个闻这个心包摩擦音，那么你打什么？打心肌梗死后综合症，就是心包炎产生的大量纤维素渗出产生的。
所以这种病人有胸痛有发热，但是真正对你解体有作用的是什么？心包膜产硬。好，这个阶段的特点。好了，这五个并发症啊，跟大家说了，考了四个，算是没考，每个都是重点，因为年年都考这种并发症，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。15年这个时期，急性心肌梗是最常见的并发症，这大家都知道。怎么样？大家乳头肌功能失调是不是？我锻炼，答案为一啊。这个题比较简单，这是送分题。好了，这从这儿开始题就不简单了。一七年这个时期，大家看，女67岁，这个病人因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于四天前住院治疗，也就是他告诉你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多少天呢？病症四天。好，大家来继续看啊，即使突然转变不能平卧，查体这个不管他了，主要看后面。大家看，胸骨左缘第三肋间初级跟诊颤，并且问见粗糙的四级收缩肌反应，问喘鼻的原因是什么？也就是心肌梗死患者什么病患者？我们跟大家说过，一个心肌梗死病人在心间区问题收缩肌反应，那打什么？乳头肌功能不全。假如在胸骨左右三四肋间问题收缩肌反应，打什么？打心脏破裂，是不是？好，心脏破裂，这些答案 C 也是心脏破裂，答案 D 也是心脏破裂，对？答案 C 心脏有底病破裂，答案 D 时间够长也究竟打谁？跟大家说过没？假如心脏有底病破裂，活不活得下来啊？活不下来，马上两分钟就死了，马上心脏压塞就死了。有底病破裂，马上心脏的射血，这左心室射血到了什么心包去了，救得活吗？五分钟之内要你的命，他还活四天呢，活不到。所以应该打哪一个？时间个穿孔，跟大家说过是不是？就是跟你死缺是一样的嘛。死缺你们小儿科不是这样说的吗？假如时间个血水小的这个 rotor 综合症，就是小的时间个穿孔空是吗？没有任何症状。假如中型的大型的时间个穿孔，常常在胸骨左右的三四肋间闻及什么收缩肌杂音。假如是房间个缺损呢，在胸骨左右呢二三肋间闻及收缩肌杂音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你记哪一个，这个一记不是 OK 了吗？你是科学也不要你复习了，儿科学你也学到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还可以有什么收缩肌正常。好， OK 了，这个题目是什么？17年题目，你看看这个题目是不是出的难一点呢？比刚才那个题目就难多了，所以近几年题目它就是越来越难了。好了，大家这句这个题目正确答案是 D 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13年这个题目，试题也简单一点啊。大家看，超人阴头是左实鼻与局部与收缩肌向外投出，呈矛盾运动。看到了矛盾运动四个字，那应该打什么？实鼻瘤，是不是？超声运动上面矛盾运动，刚才已经说了，所以答案为 A 啊。所以这个题就答这了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05年这个试题，大家再继续看啊。男性58岁，六个月之前这个病人有心肌梗死，已经告诉了，六个月之前有心肌梗死，心电图的 V1 到 V5 导面有 S 阶段抬高。S 阶段抬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广泛的前壁心肌缺血，是不是？好，近三个月与快跑时出现胸闷，体检心尖向左侧扩大，心尖波动弥散，问这个病人诊断是什么？就是患者呢，心肌梗死患者什么病患者？我刚才跟大家说过，心尖向左侧扩大，为什么扩大？这突出来了吗？实鼻瘤突出来了吗？这是个这 X 光片啊，心肌梗死个实鼻瘤，这左心室外缘的突出来了。你说这个你在叩诊，是不是心尖向左侧扩大？所以心尖向左侧扩大的，马上一看实鼻瘤。假如 B 超碰到矛盾运动的实鼻瘤，所以像这种典型的体征对你解题有助呢，就这一句话了，心尖向左侧扩大，是不是？所以答案应该答 B 啊。好了，继续我们看14年这个试题，大家来看啊，14年这个试题是个 B 型题。大家看，急性心肌梗死之后一天，心尖区出现收缩肌杂中晚期卡拉音和吹红氧杂音，问你病患了什么病患症？大家看什么病患症？哎，这个大家送分题啊，乳头肌功能失调，答案为一啊。好，第二问，大家来看心肌梗死后四周有滑热，有胸痛，有心动头，有心包脊液暗区，问病患的什么病患症？大家看，超声心动头有脊液暗区，证明他是心包有没有炎症？有炎症，那么是什么病患症？心肌梗死后综合症，是不是？心肌梗死后就是因为心包炎出现的嘛。所以这个题出的比较快，他没有搞心包膜炎，他搞了个心包脊液，是不是？那么当然要答D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肌梗死后综合症。所以像这种题目啊，大家一定要脑海中有这根弦啊，就是喜欢考什么，大家一定要脑海中有个这个弦，那么
答案就是就很好做出来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治疗。治疗第一个解除疼痛，心肌梗死一般都很痛，持续胸痛。那么首先来了之后，病人要嗷嗷叫，医生那痛死了，医生痛死了，要解除疼痛。解除疼痛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解除疼痛最好的方法是心肌在关注。所谓心肌在关注，就是介入治疗 PCI 啊，介入治疗就这。也就是说，你为什么痛？胸痛是因为你冠状动脉被堵到了。我假如实行介入治疗，把那个冠状动脉搞通了，你心肌不缺血了，还痛不痛？不痛。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就打它了啊。大家注意，不打最有效的话，不要打硝酸甘油啊！很多同学就是打硝酸甘油，他总是把了到那个硝酸甘油里面爬不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总是打那个硝酸甘油，所以心肌在关注啊。好，第二个是用强镇痛剂，你比如说用吗啡、动能精。哎，有一年还专门考了这个动能精这个剂量，50毫克一支的，有50毫克一支的，有100毫克一支的，打50也行，打100毫克也行，记住注释啊，在临床上。临床上当然呢，你用心肌梗死很少用，我们在外伤的时候经常用这个派地定，是不是杜林林，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吗啡啊，2到4毫克是皮下注射。哎，有一年我记得接专门考了这个剂量，哎，那个老师太变态啊，主任委用这种强镇痛剂。为什么用强镇痛剂？因为心肌梗死的时候他痛得比较厉害，所以他就大声呼叫，医生啊救命啊，医生救命啊，你给他一支吗啡啊，给他一支杜林林，怎么样？它安安静静的，是氧耗量减少，起这个作用啊。好，第三个是硝酸酯类。硝酸酯类，我跟大家说过，硝酸甘油对这种心肌梗死效果好不好啊？不好啊！大家注意，只对稳定性心绞痛好，它的有效率92%到93%。不稳定心绞痛效果不好，但是多次应用、大剂量应用有一定的效果，对心肌梗死基本上就没有效果。假如当其他的药物都没有的时候，都不能选的时候，那么你次选答案选它了。硝酸甘油，大家在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，这两个已经考过50次，下臂心肌梗死，右心室心肌梗死。大家看看，右心室、下臂都是由谁来支配的？右冠状动脉支配的，是不是？也就是右冠状动脉假如受累摔塞的时候，导致下臂梗死、右室梗死的时候，严禁使用硝酸甘油。为什么？因为硝酸甘油可以扩管，它不仅仅可以扩冠状动脉，还可以扩什么外周小血管。假如你一用，大家看看，假如你把这个硝酸甘油一用，外周血管一扩张，回心血量还有没有啊？没有了。它下臂心肌梗死，右心室心肌梗死，在这个地方心肌梗死，本来右心室梗死就有右心衰，那么右心室怎么样就没办法把血液输到组织会动脉那里去，那么它的右心室回心血量就更少。我本来就没有多少血射出去，你还跟我一扫，那我不是雪上加霜啊，病情是不是加重了？那血压就更低，影响到右心室充盈。所以大家牢牢地记住，假如下臂心肌梗死、右心室心肌梗死，能不能用硝酸甘油？严禁使用。所以这个知识点研究生也考了很多次，你们职业医师也考了很多次，只是住院医师考的比较少，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。由于大家容易错又容易考，所以我跟大家用这黄颜色的字迹表示出来，再跟他画一下，记到心里去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呢，解除疼痛的还有一个药就是贝塔受力阻滞剂。贝塔受力阻滞剂就主要是因为它减少氧耗，对于所有的冠心病的病人，刚才我说了，那么假如没有禁忌症，都要跟他什么及早的应用什么贝塔受力阻滞剂。那么用临床用的最多的就是美托诺尔，偶尔用一下的阿替诺尔，比索诺尔很少用。好，这就大家什么机制，这个机制很少考，所以考到了之后它是什么容易错，所以跟大家提一下就行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呢，一一年专门考了这个什么派地定，也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杜林林的注射剂量，变态吧，考这种剂量。你看它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，记住派地定的单次剂量是多少，50到100毫克，单位 C 啊，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100毫克。为什么我这个人呢用这个杜林林呢，用这个派地定呢，都是什么大剂量，我说免得他叫来叫去叫得烦，你用个50毫克，他没止住他的痛，他马上一直啊还痛啊，一直在还痛，痛什么？给你100毫克，邦当搞你一支，你也睡我也睡，大家都睡，完了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喜欢用100的，不喜欢用50的。尽管科室的啊有那个50毫克一支的，但是有50毫克的一支的怎么样？他有这个没有100毫克的，我就说，我你搞个你跟他搞两支吗？那你要开2个处方，但是。每每开2个处方，怎么一天只准你跟你规定了一个病人只能用一支，说怕成瘾，
实际上它是控购这个胰内药物麻醉药，所以我每回跟他用两支用呢，我都是今天在那个电脑上面点一张处方，明天呢过24小时到第二天再跟他点一，所以蛮麻烦。我总是说我这护士长你为什么不领这个100毫克给他总领这个50毫克的备用啊，烦死了，真是。这个 course 就你一个人喜欢用100的，其他的人都是用50的，你这个人就跟吃花一样。我说大肚皮，你不要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临床上观察有很多这种外科经常嘛，胆绞痛的、肾绞痛的来了，这个用50毫克的什么年龄那个胖一点的、个子大一点，根本上止不住。所以我喜欢用这个100的，当然我不建议你们用啊，你为什么？你们的水平没有这么高。一个普通的病人来了，你诊断这是什么胆绞痛，实际上不是个胆绞痛，你跟他100克一打，你也睡他也睡，最后第二天你起来了他睡过去了，那你说再说哪个叫你用的？贺老师叫你用的，那我不背这个责任啊。大家注意啊，一是诊断清楚，你诊断不清楚的是严禁用这种强镇痛剂啊，还是这样。好，继续我们再来看啊，16年去专门考了这个试题，这个职业医师题，大家看下笔右心室、心肌室梗死，禁用或者慎用哪种药物？慎用什么东西？哎，硝酸甘油吗？刚才已经来说了，原理已经来说嘛，大卫 A 啊，这是直落落的考你了。有时候他这什么搞个病例性的提示考大家，他不说这个下笔了，他说这个病人啊，前胸持续疼痛2个小时了，做心电图23导联 ，AF 导联，有 S 体量功倍向上抬高，问你下列的药物哪一个严禁使用？答什么？硝酸甘油。因为他就是下笔心肌梗死嘛，把硝酸甘油，你假如不能诊断出来下笔心肌梗死，你也没法知道做它。你假如不知道下笔心肌梗死有心室梗死，不能够用硝酸甘油，你也没办法做它。所以这种题目就难一点了，就比这个题目呢要难。研究生考试已经考过几多次这种题目了，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11年这个试题，大家再看啊，男68岁，这个病人急性前臂心肌梗死，他已经告诉了是心肌梗死，为预防再梗死或猝死。没有禁忌症，应尽早使用的药物，我跟大家说过，应该用哪个？刚才说了，用贝塔助力阻滞剂美托罗尔，用的最多的答案为 C。所以像这种题目，它就是考你这个治疗原则里面这个东西啊，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，所有冠心病的病人，刚才跟大家说了啊，所有冠心病人不仅仅是心肌梗死，包括心绞痛都要用什么抗血小板制剂？抗血小板制剂，那么我们的心肌梗死有常常是两种抗血小板制剂一起用，阿司匹林和氯吡格类联合使用。好，第二个是抗瘾药啊，抗瘾药大家注意，记得到就记，记不到不记，为什么？截至目前为止从来没考到过。第一个抗瘾药在临床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甘素，作为溶栓治疗的辅助用药，也就是你要溶栓治疗这个用户，他就做辅助用药。第二个凝血酶抑制剂啊，这个比伐罗汀在这目前为止是介入治疗中的辅助抗瘾。在这目前为止从来没考到过，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行啊。我估计考到你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。好，大家注意了，还有一些就是特殊治疗，第三个是特殊治疗，特殊治疗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介入治疗，包括溶栓治疗，包括手术治疗。那么又怎么来进行选择特殊治疗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列了这个图啊，大家就把这个图印在脑海之中。碰到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要做这种特殊治疗，首选的应该是先什么？介入，因为它是最好的治疗嘛，所以一般的在3到6个小时的滑病，3到6个小时，这是它的时间窗，一定不要大于12个小时啊。那么这个是个急诊做 PCI 介入治疗，就是冠状动脉造影看到这个地方，假如是不通堵塞了，直接把这个地方搞通，是有血栓形成的，你就用阿里派把它搞通。假如真正搞不通的，就换个支架。当然你要支架都换不成，它有的什么堵塞的很厉害，那么就跟你水平有关了。所以有些人什么那里也堵了，这里也堵了，换3、4个支架都是这样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，这叫首选治疗啊，介入治疗。假如大家注意了啊，没有这个介入治疗条件的，你比如说我在过卫生院碰到个心肌梗死的病人，就是心肌梗死又很重，不可能转到县医院去，也不可能，更不可能转到地区医院去。你就是我就在这个卫生院的，那么这是个怎么办呢？没有条件做介入治疗，那么做什么？做溶栓治疗，就直接把这个什么栓子给溶掉。那么溶栓治疗强调离奇进行溶栓治疗。什么叫离奇？就是用乳液到这个液体打上去，在什么30分钟之内叫立即进行。
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嘛。假如这个病人胸痛的时间很长，来了之后马上做个心电图，一看这个心电图弓背向上的二次地震抬高，那么确诊了这种，马上你一看你这个地方没不能做介入治疗，怎么样？那马上就跟他来吧，跟他中腰脊门颞脊门马上挂上去，也就是这30分钟之内，那么立即进行溶栓治疗，当然不要超过12小时。所以大家看，无论溶栓治疗介入治疗都不要超过12小时，这就大家时间窗，这个时间窗希望大家给他记住啊。研究生考过，你们还没考啊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这个溶栓治疗的假如有钱，这个病人有钱就阿里派，没钱就尿脊门颞脊门，等一会讲到溶栓治疗这个再跟大家一起讲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你们书上还提了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提法，我认为这个提法不正确。他搞了个什么手术治疗，他的手术治疗是适用什么病人？他的假定的这个医院既没有条件做介入，也没有条件做溶栓，这时候必须做什么治疗？手术治疗。什么手术治疗？就是冠脉打桥，就是我们主动脉冠状动脉打桥术，紧急施行，可不可能？你连你这个医院这么差，连介入治疗都不行，溶栓治疗都搞不了，你还能做这么大的手术冠脉搭桥，你太牛逼了，我只能说你这个医院。所以这种你说这种教科书写这种机制，我认为就是抄书，估计抄的哪天晚上忘了行，一直是这样啊，从第一版到八版教科书都是这样，一直这句话这都在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改过来。应该是说这样，这个病人不能够做溶栓治疗，又不能做介入治疗，那么做什么？哎，做紧急手术。但是又可不可能紧急做呀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心肌梗死的病人一般都是就地治疗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有心源休克，所以不可能转运，长途转运说不定他死在路上了，休克嘛。所以这种病人不可能做急诊治疗，所以就等着死。因此像这种的嘛，冠脉打桥术你做了有多长时间呢？你比如说俄罗斯的总统就是现在普京之前呢，普京的老师啊，普京把他的老板把他挤上来的，叶利钦最后就做了这个手术的。他当总统的时候身体不好，就下来了，就把他让给普京了，所以是换了一个强势的总统。怎么样？又年轻嘛，那时候刚刚上来就是38岁，哎呀，当了这么多年，哎呀，就像土皇帝一样。这个人有能力啊，是不是？假如俄罗斯没碰这个好的总统，我估计他这是个连饭都没吃的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他就做这个手术，做个手术，我看他有没有活了几年嘛？你像一个总统做这种手术，做了这个都没活了几年，老百姓做这个手术做了都能活多少呢？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既然是这样，现在做这个手术多不多？不多，都被哪儿霸占呢？都被这个东西这。介入治疗霸占了，因为介入治疗从上到下都在做，好点的县医院都有，地区医院大多数都有，除了那么新疆啊、西藏啊那些边远山区没有之外，其他的都有。所以基本上介入治疗都把这个手术治疗搞定了，很少有做这种手术治疗的了。所以你看手术治疗，你周围的你们都没听啥哪个做这个冠脉搭桥术。你说冠脉搭桥术那个90年代的时候。90年代的晚期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医院那每个星期做几台，每个星期做，这时候呢，每个月做不到一台，为什么？都被这个介入治疗做完了，哪还要你做手术？那没有做手术的啊。好了，这就是跟大家特殊治疗啊，有三项特殊治疗，我们一项来讲。第一个介入治疗，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，现在比较普及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在争取在3到6个小时的急诊介入治疗，强调3到6个小时。我跟大家说过，那么不稳定心绞痛强调多长时间呢？120分钟，是不是？就是2个小时之内。那么这个呢，稍微放宽一点，3到6个小时，但是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。好，这就介入治疗。好，大家看看，这就是介入治疗的一个冠脉造影，堵在哪儿啊？堵在这回旋支，是不是？这个前浆支也堵到了。好，你要换夹子，换钛夹，至少要换2个，是不是？支架要换2个，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介入治疗。好了，这些个直接介入、补救介入、溶栓和介入。我估计他不会考得这么深，研究生都没考嘛，他的考虑职业一直考得这么深，所以大家只掌握第一排的啊，这个时间够了，我估计应付你们职业一直考是足够了啊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这一系列这个试题，大家来看啊。女性62岁，这个病人持续胸痛2个小时，持续胸痛超过30分钟的，首先考虑什么？心肌梗死。所以像这种题目，你其实没读完，答案第一个答案项问该患者最可能诊断，急性心梗死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给他读完是不是这样的？2小时之前出现胸骨疼痛，
没有没有什么休息之后没有减轻，为什么？他不是心绞痛，当然不会减轻，逐渐出现呼吸困难。好，这个病人你看看，心电图有 V1 V6 导连，有 S 天抬高， V2 V3 V VF 导连，有 S 天压低。大家看看什么意思？ V1 V6 导连基本上是前胸壁的这种导连都有 S 天弓臂向上抬高，这指的是什么？前臂广泛心肌梗死。好，大家注意，又看这个心电图，有 23AVF 导连，有 S 天的压低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又缺血，也就是这个病人有前臂广泛心肌梗死，但是他的下臂呢有缺血，也就缺血还没有到坏死的地步。你假如不在救治，不，你不是不介入，说不定这个病人晚上就是什么，也心肌梗死了，这个人就活不过来了。你想想，广泛前臂心肌梗死，你再来个下臂心肌梗死，这个病人不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护士的老公一样吗？他活得过来？活不过来。所以我一进去，我看到那个抬头一看啊，那个显示器上面，我说这活什么啊？这没有个导连好像不太高的，这样活什么呢？都死了。所以他们总说我的毒牙毒舌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大家看看，这当然呢，我不能说他的心肌缺血呢，我肯定什么心肌梗死，这个最重的。所以定位就定位了急性广泛前臂心肌梗死，正确的诊断应该是加上什么下臂心肌缺血，紧急啊，不要等到心肌梗死死了。好，大家看看第二问，该患者关键的治疗是什么？哪个最关键？介入治疗吗？叫再关注吗？是不是单位 A？ 所以这个题就是答复答案分别为 1A。 你看看这种题，你假如知道啊就很简单，不知道你就到那里推导，这里推导，这个是错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对大家来说都很陌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刚参加工作嘛。假如你在大医院参加工作，并且在心内科的，估计你看到这个介入治疗还有一点印象。假如你在小医院的，我告诉你，你根本看都没看到介入治疗怎么做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脑海中没这种印象，所以大家这边就不容易答题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溶栓治疗第二个啊，比较特殊化就是溶栓治疗。溶栓治疗是什么东西？刚才我们说啊，这种冠状动脉之所以堵塞，就在冠状动脉周边硬化的基础上出现了血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要把这个血栓给溶掉。好，理论上是好的，大家注意，在实际中是不是每个人的血栓都给溶掉？是不是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假如这个冠状动脉，这冠状动脉，假如今天这个血栓形成，哎，这个新鲜血栓用溶栓治疗有效果。假如这个不是，我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，这个粥样斑块的这个物质，这个、钙化的这个物质掉了一块，把这个堵掉了，你溶栓有没有效果啊？没效果。所以大家注意啊，这种溶栓治疗不是每个人都有效。你即使是介入治疗，是局部溶栓，你看到这个地方血管堵了，即使打这个溶栓治疗最好的药阿里派，有没有效果？没效果。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都是什么，打这个99,998一万块钱一支的，打一支看一看通了没有，他没通，我隔个15分钟之后再打第二支，再用一万，再加一万，又一支，假如没有通还打不打呀？不打了，证明这个病人是不是血栓呢？不是血栓，是粥样斑块的这种硬化物质。你再打，就给它溶得稀烂，我告诉你的，你也溶不掉的。所以不是每个病人都有啊。和有些同学他总是不动脑筋，他以为就是这个溶栓治疗啊，一溶栓就马上好了，不是这样，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活马当中死马医，反正要死的。你万一是血栓呢？哎，我就给你溶掉了。没是血栓呢，死了就死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溶栓治疗啊，只是介入质量不好的时候就用这个东西啊，应该立即给他溶栓治疗药物30分钟，就是立即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好了，大家注意，这个实验证从来没考过，就是有相邻两个导连 S 线太高的，你比如说 V1 V2 导连，你比如说 V3 V4 导连，那就有两个相邻导连，这个定个位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 V1 V2 前键臂， V3 V4 前臂，假如 V5 V6 呢前侧臂，是不是有两个导连相邻导连的 S 线太高的，那么可以做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好了，大家注意，有些禁忌症，这个禁忌症考过一次，希望大家注意，研究症考过两次，你们考过一次啊。我记得你们是06年考过这个东西，已经十几年没考过大家了啊。大家这个禁忌症很多，你们虽然讲了很多，我主要更加归分为四大类。第一种是跟脑子有关系的，脑血管意外的，脑卒中啊，脑血管意外的，那么这种时间不要超过，不要小于六个月，就六个月以内有脑血管意外的啊，就不要做了。超过六个月可不可以做？可以做，可以做溶栓。假如你说你六个月之内，你比如说一个月，这个病人原来脑出血出过，你再跟他用溶栓又出了，出了这个就是个三C的，所以六个月之内
有脑血管意外的不要用，超过六个的可以用。好，颅内肿瘤的这都是脑子的病，不能用。好，第二个除了脑子之外是血，跟血管有关的。如愿的这个血压非常高的，180的、100、110不能用。这个血压值希望大家记住，在考试之后大家就是这几个黄叶子的血压值，这几个数据在那变来变去。好，主动脉夹层你不能用，为什么不能用？主动脉夹层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，在主动脉你的血压 比较高，把它撕裂了，你再一溶栓撕得更厉害，这个病人不死掉了。好，正在使用抗凝剂的这种病人啊，容易出血不能用。内脏出血的、活动出血的，在2到4周之内的不能用，所以治疗要超过2到4周，就超过一个月。大手术的3周之内不能用，不能压迫的大血管穿刺啊！大家注意，不能压迫的大血管，不是我们的外周能够压迫的大血管，你比如说我们的肱动脉，你比如说股动脉，这些能压迫的大血管不算，不能压迫的大血管，那么穿刺在半个月之内的、2周之内的不能用。所以每次考试就考你这种嘛数据，研究的考试也是，你们考试考了一次啊，我记得是05年，不是06年，05年这个试题啊考过，大家看看，急性心肌梗死不宜溶栓的情况是指伴有什么？血压是160的100，能不能用？能用，是180的110不能用。6个月前腔隙性脑梗死，他说6个月前超过了六个月是不是？所以可以用，答案 B 不是。主动脉夹层那么不能溶栓治疗。刚才我就说了，答案为 C。2周之前呈现桡动脉穿刺的，可以压迫嘛？又超过了2周嘛？所以说可以用。萎缩性胃炎跟它没有关系，可以用。所以正确答案是 C。唯一考过一个试题啊，溶栓治疗的禁忌症。好了，我们再看溶栓治疗之后的药物。刚才已经跟他黄老师说过多少遍了，没钱人就用便宜的20、30块钱一支药剂门店几枚，有钱人就有钱人的药。那么就是10000块钱一支啊，9998的阿利潘，重组组织性纤维蛋白原溶酶原激活剂阿利潘。所以这个药啊，大家注意，在会衰死这个溶栓治疗也选用它。那么在这儿溶栓治疗也选用它，和关于溶栓治疗，只要你有钱都可以选用它啊。近几年呢用的比较多。好，溶栓治疗之后怎么判断这个冠状动脉通了没有？看什么东西？它有些指标。直接的指标冠脉造影，冠脉的这么一造影了之后通了就通了，这是最直接指标，这是最可靠的指标。但是可不可能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溶栓治疗的时候就是什么，这个医院没有条件介入，没有条件做冠脉造影，你才能溶栓治疗。你怎么进行溶栓治疗呢？判断它呢？所以这个东西只是理论上是这样啊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在溶栓治疗假如通了，在2个小时之内通了之后，这个心肌缺血就会得到恢复，所以 ST 蛋会缓慢的下降，回归到原来，降到原来的升高的 50% 以上。第二个，胸痛就没有了，因为心肌过于缺血已经消失了嘛，胸痛没有了，出现再灌注心律失常。再灌注心律失常是什么类型心律失常？实心律失常。你比如说实涨实舒，这些实心律心律失常往往是再灌注心律失常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等到14个小时之内，那么出现血清中的 CKMB 肌酸激酶通过酶峰值提前出现，这就是它通畅啊，冠脉这个溶栓治疗是冠脉通畅的指征，就是考过一次啊，也是考过一次，只考过一次。那么在04年考过的，不能用于判断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成功的临床指标是 ABCD， 都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些指标，哪个不是？都是运动过瘦，都是运动过瘦，哪个人都有吗？是不是？你说怎么能做成作为指标呢？你正常人都有，所以肯定不可能做成指标。哪个不做指标？当然是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答案是一啊！大家注意，这个平滑四道就是我们说的冠状心律失常，是平滑四道，胸痛缓解，而且它下移 ，CKMB、临床激酶、肌酸激酶通过酶峰值前移，这都是刚才跟大家讲的几个溶血溶栓治疗成功的例子。好了。跟大家讲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特殊治疗，这种特殊治疗大家注意了，经常考到，大家也用分享。我再次跟大家说啊，在急性心肌梗死3到6个小时之内，假如有条件，首选的治疗应该是什么 ？PCI 介入治疗，也就是心肌带灌注。假如没有这个条件，那么就立即进行溶栓治疗，就是30分钟之内，如愿的30分钟之内。假如既不能够进行介入治疗，也不能进行溶栓治疗，我跟大家说过，进行干什么？进行冠脉打桥术，
这是一句会话，刚才已经跟他说了啊。好，第二个大家记住的是什么？这个时间窗，时间窗你们没有考过，我再次跟大家说啊，研究生考过很多次，会栓塞资料的时间窗是14天。我们这个地方新建给死资料的时间窗，无论是溶栓资料、介入资料，都是12个小时之内。溶栓资料最好在30分钟之内，介入资料最好是3到6个小时之内。这些时间窗啊，也就是跟我们医生很有关系。研究生考过吗？我怕他今天考你们，你们就把这个两个地方讲到的时间窗，肺栓塞、心肌梗死，要记得是一块儿记。考试的时候嘛，他偶尔考到，怕他考你们，特别是这些医师啊，希望大家把这个时间了解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消失心肌失常，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，容易发生死性心肌失常，时大时速。那么这是个首选什么东西？利多卡因啊。利多卡因啊，乙醚类药物利多卡因，假如反复发作，跟大家说过，反复发作的死的，没有什么说的，用万能狗皮膏药药，那么就是安眠酮。时速，假如药物治疗无效，用电击，只有电用氟氯。时颤呢，用电击，用灰同步的直流电氟氯。缓慢性心肌失常，既然我们跟大家所说的，黄川的组织跟大家讲了啊，那叫缓慢性心肌失常，用阿托品。假如高度黄酸的组织，比如三度黄酸的组织呢，用人工气搏。时常数，那么就按时常数去治疗。假如药物治疗无效的，用电击。这就在心律失常的处理啊，心律失常处理。10年之前经常考这个东西啊，这近10年没考过这个心律失常。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心律失常、心肌梗死、心律失常的这个资料，都是老旧的尸体啊。好，大家再继续看了，看什么？休克。我们跟大家说过啊，心肌梗死的病人容易引起休克，这种休克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休克？心源性休克。心源性休克大家注意，补液就要注意了，是不是？你补液加重心脏的负担，所以这是个矛盾。你不补液它休克，血压起不来。你补液，这个病人又有什么心肌梗死，加重心脏的负担，所以在临床上非常非常的矛盾。所以又就有各种各样的监测指标，我们在临床经常监测指标，盯着补液来补液什么中心静脉压、中心静脉压和会动脉血压这两个值啊。如果中心静脉压大于18个宁愿水柱，会动脉血压大于15到18个毫米汞柱，那么要停止补液，补液量多了。好，第二个，假如血压一直补液这个都不上升的，那么就用升压药多巴酚丁胺，还偶尔用一些血管扩张剂。但是这个血管扩张剂大家注意了，其实目前为止没考到过，了解一下。缓搏术啊，这考过一次，很早之前考过一次，这已经上10年没考过大家了。什么东西？他就是一个心肌梗死的病人，何必有心源休克？问你该怎么治疗？一个心肌梗死的病人，心肌何必心源休克？是不是高危病例啊？极高危病例还是？那就是极高危病例，是不是快死啊？这个时候一定要进行什么主动脉类球囊缓搏术，维持他的血压。当他度过平稳期之后，然后再去进行介入治疗。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就专门考了这个东西，他说急性心肌梗死何必心源休克？那么治疗使用什么治疗？那么答案就应该是什么？主动脉球囊缓搏术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心衰。刚才我说了啊，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或者心衰的病人，我在阳地方应用的时候，心肌衰竭已经跟他说过，严禁24小时严禁使用阳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导致的24小时导致心衰，常常是心肌间质水肿。心肌间质水肿，心肌壁很厚，那么主要影响他的舒张，他是舒张功能不良导致的心衰，常常是什么舒张性心衰。所以你这时候啊，大家注意了，假如用阳地方拼命的加强了收缩，不仅起不到摄血的作用，而且还什么增加心肌供氧。所以对这种病人严禁使用阳地方。所以心肌梗死24小时内严禁使用阳地方，它的机制就在这个地方啊。再次跟大家说啊，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17年这个试题，大家再来看啊。男性50岁，这个病人持续胸闷8小时，大家看持续胸闷超过30分钟，首先考虑什么东西？考虑急性心梗嘛，是不是急性心梗？大家看心电图表现呢，心电图有 E 导联、 FF 导联、 V1 V6 导联， S 线抬高，多导联 S 线抬高，可见病理性可以不更进一步，又有 S 线的功不相称抬高，又有病理性可以不，又有持续胸闷超过30分钟，那么这个病人第一诊断出来了，第一个答案项出来了，最可能诊断应该打 D， 急性心肌梗死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第二个，该患者心功能分级是什么？我跟大家说过，该患者心功能分级，心功能分级有2项，一个是 NIH 分级，一个是 CLIF 分级。那么这个病人应该选用什么分级？ CLIF 分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急性心肌梗死，
急性跟心肌梗死进行可列表分级，其他的所有的心功能进行 NIHU 分级。好，大家注意，拿到大家要给的什么 NIHU 分级干掉，对，第二张D 干掉，乙干掉，那么答案在 ABC 中选。答案在 ABC 中选，我们进行可列表分级。我跟大家说过，首先大家要看血压正不正常，是不是血压看他为心源休克，假如这个人的血压小于90毫米汞柱，就是不是要小于90毫米汞柱，直接把他搞到几级啊，四级。好，这个人你看看血压是150，是不是呀，不是四级，那么答案像正常的呢一二三种产生。好，第二个我们看他有没有罗音，假如有罗音肯定是什么二三级，有没有罗音，对，双肺文静吸少许的吸小时罗音，证明这个人病人应该是二三级，那么一级就给他干掉。究竟呢是 B 是 C， 看他罗音的范围，罗音的范围小于 50% 的视野打二级，罗音的范围大于 50% 的慧眼打三级。大家看少许应该什么小于 50% 应该打题，答案项应该打几啊，打 B， 所以第二问出来了，答案为 B。 好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胸痛的时间是8个小时，也就是他患上胸痛多长时间呢，八个小时啊，没超过24个小时，所以第三问又出来了，该患者应适用的药物是什么？应适用什么药物？羊地黄嘛，心肌梗死24小时之内禁用羊地黄，所以这个病人不能用羊地黄，因此毛花丙苷错误的，毛花丙苷是错误的啊，答案为 B， 所以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就出来了。所以像这种题目啊，你看一七年出的，这就是最常见的这种题目，就是估计这种题目。每年啊，大家注意，这个地方每年都有个 基本上 A 三型题，这个地方都有，要么两问，要么三问，每年都会有，所以都不能跟着更新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右心梗死的处理。大家注意啊，有左心室梗死，有右心室梗死，右心室梗死它有个特异性的东西，所以它经常考到，希望大家引起注意，怎么样啊？不能用利尿剂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对于急性左心衰的这个要用利尿剂氟三米，为什么减轻病人的什么前心肌负荷，所以对于心肌梗死的病人有用。好，大家注意了，对右心梗死的病人能不能用？不能用。为什么不能用？一样的道理，跟我们讲那个跟右心室梗死不能用硝酸铵有一个样的道理。大家看，假如这个病人是右心室梗死，那么一般合并的心衰是什么？右心衰。右心衰的病人他就没办法把右心室血液射到会动脉中会循环中间去。好，你假如一用利尿剂，所有的液体都利尿从小便里面跑了，那么人体中的总的液体量是多了是少了？少了。少了，这个回心血量是不是少了？我本来就这个右心室射向会动脉循环射血少了，你再回心血量少，流到左心右心房的血量少，流到右心室的血量少，那我射出去更少，少上加少，你说是这个病人不是死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大家注意，左心衰优先选用氟三米，右心衰呢慎用甚至禁用利尿剂，就这个原理。所以大家总是考你这个东西，所以大家假如知道这个机制了，那么他理解了书上啊，他只讲禁用，书上不讲原因的，也就是你不能理解，不能理解你知道吗，时间一长你就忘记了，所以当医生也不能理解，也不能当个好医生，你只有自己把这个原因搞清楚了，你自己都会不自觉的不会用这种什么利尿剂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再继续看呢，第八个知识点就非二次性抬高心梗的处理。我跟大家说过，非二次性抬高心梗要不要你掌握？不要掌握，但是治疗要不要掌握？要掌握。非二次性抬高心梗跟二次性抬高心梗，我们大多数都是二次性抬高心梗，非二次性那个是小众，但是小众它不是不考虑啊。那么这种非二次性抬高心梗它也要的特点，跟二次性抬高心梗有特点，第一住院率表低，第二个在梗死率心绞痛在发生率无远期死亡率并不低，并且还高于二次性抬高心梗。所以既然你高，我不 要不要治疗，要治疗，但是治疗它有个特点，大家注意了，有什么特点？我们刚才说了，普通的这种心肌梗死二次性抬高心梗首选治疗，首选什么？介入治疗，是不是？然后没有条件呢，再首选次选什么？溶栓治疗。但是这个非二次性抬高心梗它有了特异性，对，大家看看怎么样，不宜溶栓，严禁溶栓治疗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形成的血栓不一样的。大家在病理学，大家学循环这个章节大家都学了，血栓可以分型，是不是？红色血栓、白色血栓、混合型血栓还有个透明血栓，四型，是不是？
透明血栓在 DIC 中产生，红色血栓红细胞比较多，白色血栓呢血小板比较多，所以这两个血栓类型是不一样的。 S 血栓抬高心梗，大家注意，就是你们最熟悉的这种普通的这种心肌梗死， S 血栓抬高的心梗。那么冠状动脉形成的血栓是红色血栓啊。那么它主要的组成成分在里面有什么？纤维蛋白。而我们灰 S 血栓抬高的心梗，它的血栓是什么？白色血栓，而它主要成分是血小板，没有纤维蛋白。所以你溶栓治疗是主要溶什么？溶纤维蛋白。你没有纤维蛋白，它的血小板组成力，你溶它有什么作用呢？没有用。所以灰 S 血栓抬高的心梗不宜溶栓治疗。那么究竟做什么治疗呢？那就只有剩下的只有介入治疗或什么抗凝治疗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抗血小板治疗这一类去了。因此对于非 S 血栓抬高的这种心梗，对于低危组就症状比较轻的，那么用阿司匹林肝素做抗血小板抗凝治疗。对于中高危组呢，介入治疗，没有溶栓治疗这一条，不管你中低高危都没溶栓治疗的，所以它不宜溶栓治疗。每次考试，研究生考试也考这个东西，你们考试也考这个东西。不过研究生考试啊，去年考这个题目考得很怪，大家看看，他说嘛，他说非 S 线抬高心梗为什么不宜溶栓治疗？不宜溶栓治疗的原因是什么？变不变态？变态吧？你们书上知道不宜溶栓治疗，这个原因呢，在哪儿讲？在实用内科学很厚很厚的专著里面才得讲，讲这个原因，所以你们就不会答。它的原因就是这，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啊，因为它是什么？白色血栓，不是红色血栓，也就是它里面只有血小板，没有纤维蛋白，你溶谁？溶不到，这是它的机制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11年这个试题，大家看看，急性右心室 S 线抬高性心梗慎用什么药物？右心室梗死能不能用逆量机？不能，慎用或者禁用，所以答复三米，答案为 B。灰 S 血栓抬高的心梗能不能用溶栓剂？不能。那么溶栓药物尿激酶就是它的答案项，答案为一。所以像这种题目你看看是不是两个题都非常变态啊，希望大家引起注意。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试题，男71岁反呼活动时心前区疼痛3个月，那么5小时前情绪激动时再次发作，持续不缓解，高血压病14年，什么意思？缓呼活动这个心前区疼痛，一个老年病人，那么首先考虑冠心病，休息时心绞痛发作，5小时之前情绪激动之后再次发作，持续不缓解，已经5小时持续不缓解了，说明这个病人已经到了哪一步啊？心肌梗死这一步。所以超过30分钟不会缓解。查体血压是110/65毫米汞柱，双汇互进心，心率是96次每分律期，为闻及杂音，血清肌钙蛋白升高。哎，一个心前区疼痛时间超过半小时不缓解，血清肌酐蛋白又增高的，这没有什么说的，真的是嘛，心肌梗死。好了，大家再继续看心电图，唯一微视导联 ST 上亚迪 0.1 毫伏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们一般的心肌梗死的时候，心电图的 ST 上应该是吧太高的，但是它是亚迪的，所以这个应该诊断什么？灰 ST 上抬高于心梗，灰 ST 上抬高于心梗，那么这就大家最准确的诊断。不适宜的治疗是什么？就是灰 S 线抬高的心梗，不适宜的治疗是什么？这就是考你灰 S 线抬高心梗的治疗方法，哪一个？哎，是不是它适宜的治疗措施？哪一个？答案 A， 他汀的药物。我们跟大家说过，冠心病的病人，那么服用他汀的药物能够改善预后，所以只要没有禁忌症，都需要服用他汀的药物。所以 A， 绝对正确的。当然，比硝酸之类的药物。哎，这个硝酸之类的药物对心肌梗死一般都可以用，是不是？所以 B 也可以用。第一，贝塔舒列阻滞剂，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病人，只要没有禁忌症，都去常规可以贝塔舒列阻滞剂，那么可以改善预后。抗血小板治疗、抗凝治疗都需要治疗。哎，这 A、B、D、E 都是非 S 线抬高心病的治疗方法，哪个不是 ？C 溶栓治疗。哎，其他的普通的在这 S 线抬高于心梗，那么冠状动脉的这血栓是纤维蛋白的血栓，哎，纤维蛋白形成的红色血栓，溶栓治疗就是溶这纤维蛋白，溶栓治疗是有效的，但是对灰 S 线抬高的心梗呢，都是血小板哎形成的白色血栓，那么白色血栓你溶不可能把血小板溶掉嘛，
所以溶栓治疗无效，因此回S联泰格辛格恩严禁进行溶栓治疗，是不是？大家考过很多次了吧？18年又考了，所以这种经典的试题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了。所以这个正确答案应该答 C， 也就是考虑非S联泰格抑制太高的辛格恩不能用溶栓治疗，就这个观念。为什么不能用？我记得有一年专门还考了这个原因，这个原因我们并且八版教材上、九版内科学上都没讲。这个再次跟大家强调 ，S 型胆管性梗，那么那个血栓是纤维蛋白组成的红色血栓，可以溶栓治疗，把纤维蛋白溶掉。那么灰 S 型胆管性梗呢？那么它是血小板组成的白色血栓，溶栓治疗是没效果的。所以大家什么也该注意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试题：女75岁，这个病人胸痛5个小时，一个老年病人胸痛30分钟以上，持续胸痛，那么首先要考虑心肌梗死是不是？大家再继续往后看。心电图是 V1 到 V5 到的 S 线太高，所以这个就是个 S 线典型的 S 线太高是心肌梗死。大家注意了，哪个导链？广泛的胸前壁 V1 到 V5 导链。好了，第一问出来了，对明确诊断最有价值的 CS 检查指标是什么？血糖、血脂、肝肾功能、血液电解质。血清肌钙蛋白，这个题送分题很简单，血清肌钙蛋白 T， 血清肌钙蛋白 I， 三到四个小时升高，它就是几个小时了？五个小时。所以血清蛋白 T， 血清蛋白 I， 那么肌钙蛋白 I， 那么是升高的，所以对诊断急性心肌梗死最有诊断价值是它了。因此正确答案第一问出来了，答一。好了，第二问大家看，对于改善愈后最有效的治疗是什么？哪个可以改善愈后？卧床休息，心肌梗死的病人不让你卧床休息，你要卧床休息的，你爱运动啊。好了，答案 B， 静脉滴注激化液，这是影响心肌的，对改善愈后没有多大的关系。静脉滴注硝酸甘油，对静脉滴注硝酸甘油，这是缓解症状的，对改善愈后也没有关系。静脉滴注单红注射液，这是一个什么扩管药，也是改善症状用的，也对心肌梗死愈后没关系。所以 ABCD 都跟改善愈后无关，哪个跟改善愈后有关呢？当然是一了，答案静脉注射，瑞替普酶，就是阿替派，这个阿替派。所以这一个把血栓给溶掉了，当然你存活时间要长，当然可以什么改善愈后，所以这个都想当然都可以这么推得到，所以正确答案又出来了，第二问是一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问，这个题第三问，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，第三问，住院治疗七天，患者突然感到呼吸困难，不能平卧。查题，双汇文集细叶失落音，胸骨左缘第四肋间文集搜索器吹风扬杂音。对，明确诊断最有意义的辅助检查是，一个心肌梗死的病人，那么一周之后突然出现胸骨左缘第四肋间的吹风扬搜索器杂音，那么首先考虑什么东西？首先考虑时间跟窗口，是不是？那么你诊断出来了，那个就是心肌梗死并发症的常见并发症，那么你等诊断出来了，那么你 OK， 那么为明确诊断最有意义的检查，当然你只能知道它是时间隔穿孔，那么当然你就要用超声心动图了，所以打一。这个就是考虑这个心肌梗死并发症是不是要你把它什么诊断出来。当然假如心肌炎区搜索器吹风扬杂音呢，那就诊断什么乳突肌功能不良。所以像这种题目啊，大家什么一定要记得非常清楚，就是几个心肌梗死啊怎么鉴别，特别是根据你的临床意义来进行鉴别，这是大家考试重点，也是大家难点，经常容易混淆，希望大家在复习的过程中不要搞不要模棱两可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心肌梗死的预防啊，心肌梗死预防分为一级预防、二级预防、三级预防，在这所有的这几级预防中间，大家注意了，考了哪一个？就考了这一个，这二级预防啊。 ABCD1就是比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啊，无论研究生考试还是你们考试，考了这么多年就是考了这一个，也就是原来有个发生过心肌梗死，有个心肌梗死病死的时候，这是个为了预防心肌梗死再次发作，为了预防这种猝死，问你选用什么药物，首选什么药物，你答什么？答贝塔受体阻滞剂，就这个东西。其实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一次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是个再跟大家讲个题目呢，对吧？08年又考了，大家看，陈旧心肌梗死为预防这种实行期间手术，首先的药物是什么？贝塔受体阻滞剂，其实上就是预防，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过的是吧？心肌梗死二级预防，所以答案是 D。所以像这种题目，大家什么要引起注意啊？已经考过很多次，我记得我在实现期间手术的时候，已经跟大家讲过一个事情，是不是？也是类似的事情，所以这个两个地方都考了这个知识点，希望大家什么引起注意了啊？